我是东莞列车长的821年了，7月20号瑞芳瑞芳站。昨天上班所跑的是7538次哦，获利。怎么？真的，133单电台。我没有获利哦，7538次获利。两节空十大斗车加货柜平车数节。加一手车获利7538次，单电脑133单电脑，平车货柜获利，在瑞芳瑞芳站通过，然后加两节空十大斗车，赶快直接电话，2:23咯，7:24再见。